烦恼是不是它里面需要干嘛？它需要干嘛？调用什么？第一步调用我们的 service， 是不是？啊，调用 service， 然后呢，返回值是啥呀？说 list 集合，然后第二步干嘛？将 list 放入什么中 ？request 的域中。第三步干嘛？请求转发，是不是就可以了？对。没问题吧？对。好了，来做一下。那调用这个东西，那么需要 new 出来吧？哎，你有一个 product service， 然后点儿 find out 方法大写 out 方法，然后返回一个什么玩意儿 list 集合。好了， list 集合里面放我们的 product， OK 了吧？来 list， 然后等于它 control shift o， 哎，是它。当然你可以给它，如果害怕不方便，我们起个 plist， 后来可以吧？嗯。然后紧接着将它放入域中，怎么办 ？request 点儿 set 一个啊 tribute， 然后呢起一个名字叫做 list， 然后这里面放上我们的 plist， 可以了吧？嗯。来起一个转吧，怎么转吧？嗯。request 点儿 get request dispatcher， 然后后面加上路径是在什么下？是不是直接就是我们的项目下有个 product 的 list 的点 JSP 啊，对吧？点 forward 一下，然后 request response 往里一扔，妥了，这一步完成了。然后进去放到去查找一下，哎，创建一下这个方法，来创建。那这里面需要干嘛吗？不需要，可以怎么办？直接 new 一个什么 product 的 DAO 是不是就可以了？哎， product 的 DAO。然后这里面找一个方法叫做 find out 方法，啊，好了，它也做完了。然后紧接着来把它呢也创建一下这个方法，哎，这里面需要怎么做？哎，需要干嘛？创建什么？哎呀，几天不用我忘了是吧？编写什么？接口，然后执行接口，完了吧？来做一下。Query runner， 是我。Query runner， 然后呢 ，K 完二等于 new 一个 query runner， 然后来 data source utils， 然后点 get data source， OK 了吧？然后呢，编写 circle 查询所有 string circle， 然后等于哎 select here， 然后 from 我们的 product 的。OK 了吧？然后紧接着需要干嘛？执行一下，是不是执行 KOR 点 query 操作，对吧？来把我们的 circle 传进去，有传输吗？有吗？没有。没有是吧？没有传输，那是不是使用第一个就可以了？来，这里面你有一个什么？并 list handler。来传输一个 product， 是不是封装成 product 的？哎，点 class。可以了吧？然后这里面有异常，异常呢把它抛出去。好了 ，service 抛 ，service 必须水踹了啊，抛也抛不动了。然后呢把它初始化一下 ，OK 了吧？是不是就可以了？啊，好了，那紧接着是不是需要我们的例子页面将它展示出来？来展示。展示的时候，知道大家知道这个是不是已经把这个例子集合放到这个域中了？嗯。啊，一个商品占一行，那应该是不是用什么便利啊？用什么 for each 吧 ？for each 怎么用啊？导入加包，导入什么标签库？来导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呢后面加上一个问号 at， 然后 tag lib， 然后后面加上我们的 prefix 是吧？那这个 c 标签，然后呢 uri。然后等于这个可以了吧？然后商品便利，一个商品占一行，那需要便利我们的 TR 标签，对不对？来 C 标签 for each， 可以吧？然后在这里面需要取什么 items， 哎 dollar， 然后这里面写上什么 list 是吧？然后紧接着 var
这里面每一个东西都是一个商品吧，商品我给它起个名字叫做 P， 可以吧？然后紧接着哎，把它往下一挪，一个商品占银行，来，然后一挪，哟，然后紧接着是不是把内容展示出来？那第一个要展示它的 ID， 那怎么写 ？Dollar， 然后 P 点 PID 还是 ID 来着 ？P 点 ID， P name， price， P D S C 是吧？那就是 ID， OK 了吧？来，紧接着再来第二个 P 点 P name 对吧？来，再来 Dollar， 然后 P 点 price， 再来 Dollar， 然后 P 点，这个括弧用的相当漂亮啊，改一改 P 点 P D S C， 这就可以了。好了，就这个。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能行不能行啊，来把这个的项目呢部署一下，哎，把它的 remove 掉。好了，来添加一下 add and remove， 走，把我们的 day 1201挪上去 finish 一下。好了，启动，来1201回车，展示所有上面，走你。OK 了吗？哎，这个呢是查询数据库展示出来的啊，可不是我自己写的吧？对，不是了吧？嗯，啊，好了啊，这个例子有没有疑问？没有。简单吗？对，这还算简单是吧？来，把这个呢再。